起来人生路，西瓜斗阵行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在斗阵的时间准时甲张磊斗阵来看戏。接下来，咱继续来看国家戏《穆桂英》。杨家的小将杨宗保，家己一个人去冲一个木瓜仔，为了向木家来借杭陵木破掉房的天门阵。穆桂英讲，杭陵木是木瓜仔镇宅之宝，咪都是你讲借就借的。马哥啊，你那是有方拍赢我，定借给你。两个人在那里爬起来。杨宗保虽然功夫袂歹，马哥嘛不是穆桂英的对手，无两个就互人抓掉。穆桂英啊，将这个杨宗保压倒去山脊。其实啊，伊也是有小心思的。伊看上了严大辉杨宗保，想要招伊啊来做家己的红婿。一开始，杨宗保当然是不愿意。穆桂英啊，就该讲了一大篇的这个道理。杨宗保听了，为了得到这个杭陵木来破天门阵，就答应了这门婚事。两个人就在木瓜仔拜堂成亲。杨宗保回到宋衙以后，伊的老爸杨延昭下令要将伊斩首，因为伊私自去提这个杭陵木，而且佮私自招亲，犯了军规。杨宗保是杨家的独苗，大家是不是有办法来保伊一命？戏续落来到底会怎样搬落去？我们继续，咱继续来看戏。在下恁是连夜在杨家独苗，不忍耽迟，我杨延昭，也是军乐库等下的亲生家里呀。对乎？哦，这番话。你舍命东退，阴阳不争，难活军心，军心不服，你要回天呐！万岁！走了！文帅观念一下，见将军不必多言，那一夜呀！杨宗保脱下，对，都要救我，救我！
还不好无奈。俺欠母亲，不在母亲家多，所以何事？但只要总不顺利，所还何罪？哎呀，母亲啊！可可上病，只求本帅不离何时好。
我丢水英，无人敢情，一起不归。万岁！兵生众魔，心患何罪？为何比天还不问有差吗？天子众魔，奉命顺娘，有十字官兵不花钱，多出安民国。国魔不行，有一幕归隐一清，我是为情本本机，本真改良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以为是犯了什么大罪哦。原来是定卷失职就擒，这案不还，必参见。假千岁，来人呀！且问，哎呀，夸在本龙的命就，只了伊一死啊！哎呀，燕翁啊，千岁，燕。燕归木匠死，我笑何该何了？自道道，因你纵火又不斩，只怕三关来阻桥。哎呀，有万岁呀、啊！所以是军法无情，但总不之过。也非大罪，这罪本必死啊！为反军纪，既是大罪，既罪同深。犯我用情，怎有可原？上无军纪，何以带兵？我杨延昭，亲为三公主帅，怎能弹劾亲生？是延昭无礼了！哎呀，这真是万国不化。难道你就不怕本龙来怪罪吗？因你若是贤龙，我敌延昭之罪，我还要尽速干。烟头不落地，厦门更美丽。拍手歌，你拍一，我拍一，我是文明好市民。你拍二，我拍。你拍三，我拍三，关爱他人守健康。
托你这个虎娘之心啊！你有家只想总部一笔休言，难道你这点心，夸你有家断了休妻吗？哎呀！有家的孝顺啊！我的恩子救了担忧心，只用宝宝，世世代代烧茶酒，我爹实在做不水起来好过，我有眼角南京北线东土西地天下马公路万心不愧，如今连我不能为你帮千岁修回岁月，
万岁交付岁银，莫非是本王求情之故吗？倘若是不留公啊求情，今后的杨家之事，本王就管不了。不管了，不管了，如此甚好。千岁，请啊！这，请什么？请出水兵！哈！有言笑哈！你这个混蛋人！哎呀！将杨松波推下山，万岁！万岁！禀万岁，大事不了，穆桂英断了你妈，剑来就出。哦，穆桂英何时厉害？万岁，属下小心。万岁。穆桂英带人前来求情，不是就妥的。来得正好，你当随本帅前去捉拿穆桂英，关前万岁。遵命。好气呀！也是水灯老树楚林为何乱窜帅府？大将不挂，还你帅府也上府。今仔日阿当阮家哥爷，我就将你拍成豆腐。嘿，我笑。哇哇，你是将不挂这里来？也是。那个就是你，我笑。
藏在时光的深处。你在家里找到的是抗美援朝的见证，有一种信仰值得去不断追寻。我们要挑战用说唱的方式创作一个新作品。有一种信仰鼓舞着你不断前行。我是我，强国有我，青春是我，奋斗是我，不辜负党的期望，人民期待，民族中国向下生根，向上开花，传承红色基因。强国复兴有我。再怕，那是怕不赢阮家姑娘，就叫伊一声姑奶奶。严禁叫！鬼姑娘啊，伊是我家元帅。是啊，伊是元帅。哎呀，姑娘啊，姑娘啊，元帅啊，伊是元帅，啊，算起来是你的大哥。元帅啊！大，滚！害你鬼用，卖叫元帅。嘿，就是莫鬼用，就是来得正好。卖得哈，报仇。请问万
万岁，骄兵力将，莫管这大宝所为何来。随即私自行动，却也是为了破天门阵。那总部定前就擒，也是私自行动。贵英既然可以以身相许，怎会设想去破阵的保护？也有些道理。莫管回来。阿西。万岁，请看。是你家不满吗？韩明木顺续婉言，一百空位尽多，这是阮的段家之母。哦，正所谓十世之恩必有重言，十步之爱必有分寸啊！请问万岁，你破天荒年的先锋，你若有攻打面前的武器，你我有严密所有的能力，不在派罪人担当。兄弟定孙万岁呀，这不分天天夸天马的天不管天地不能漂亮，对呀我定定大雄定定和见定定会放到飘落为敌意，莫怨万岁，莫怨岁，万岁！莫怪，万岁夸在你家姑娘，陛下就不杀同我。多谢万岁。Thank you.
卖给生，可以耶。有家男女，个个是英雄汉，家将家己生可以啦，也会一般日子。不应，杨铁金参见母亲。
出手了，想袂到红山山子竟然出了一样小美的姑娘。我要挑选丈夫的胆量。
为着我去得罪人，认真就去这回得罪人是我。就亲，我可想你做爷爷有个爷就秋，我该下什么就是我。宝宝，你动心了，似乎不是这样的意思。好了，好了。滚珠啊！总部的亲娘小丹不错归营参见连我七个宝宝娘哥七个宝宝，总部是八房同一支，现在你记得啊这七个宝宝呢啊，那这七个都要去拜哦，都要拜哈困困啊，随一个去拜。哎呦！人多嘴就多，莫桂英一个人啊，要面对遐多士大人，那实在也是真无容易。伊到底要怎样来应对呢？